再借我钱，让我买食。歹势，我无钱啊，我都要卡给你吃啦。你敢讲，我就敢吃。你老师诶，你有吃是要吃哦？好啦，要吃就给你吃。看起来肉还袂少哦。嘿、欸，你先放下小叮当。你也看我不办事。我从贝克汉的要往三条班头要就不水卡。贝克汉的要上少嘛值一千万。你要不要唔通乱讲呢？我是讲什么呀？阿娘喂，我一千万就安尼无去啊！哎呦呦，我很冤枉啊！哎，我今晚要跟天上 AI 做对啊！贝克汉要求你了解，对吧？我是 FBI， 今晚会对你范围的第三个问题是破手。破什么手啊？你真白吧？哎，别动了，放手了。你想点保护剑道呀？可以做我的 iPad。我跟我公妹打他放手啦！这个孙啊，我钱嘛袂好你啊！靠腰啊！靠腰呀！你要派谁冲下啦？啊！你刚才是要把我一千万拢摕走？我这样子，好，你用围巾。是啊，你要把你的鞋脱回去。对啊，因为我。单调。是啊。我讲单调啊，你是听无台语哦。我你我这就是要打人诶。像那个人，呵呵呵呵，那可能没值一千万啊。